畅快版唱的《团团转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段段彦希。现代人谈恋爱啊，很怕被劈腿，有些劈腿人很坏，还很有道理，理直气壮。今天这个段子就教你怎么认识劈腿人的心理。这个段子叫黄大嫂，黄大嫂很厉害，一次就脚踏12条船。她也有话要说，让我们听听黄大嫂怎么说。我说了一个大嫂本姓黄，她一心要嫁12个郎，大郎卖瓜子，二郎卖冰糖，三郎卖烟酒，这个四郎卖香肠，五郎是裁缝，六郎是皮匠，七郎吹鼓手，这个八郎是和尚，九郎是打手，十郎在衙门里偷当班房，11、12的差事好，他们俩人对口唱双簧。有人就把这个大嫂问，我说大嫂啊，您干嘛要嫁12个郎啊？这大嫂说啊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，12郎全都有用场，先来没什么嗑瓜子儿，嘴里头没味儿我嚼冰糖，家来客人有烟酒，我甭买韭菜有香肠，衣服破了有裁缝，鞋子坏了有皮匠，死了人有吹鼓手，要念经家里头有和尚，要想打架有打手，要打官司衙门里头有班房，家里要开个庆生会呀，怎么甭请演员，双簧。